劈腿，负心汉，偷吃的那个渣男，渣男啊，所以呢 ，Go。妹妹在等你哦。嗯。录影了，录影了，录影了，录影了。再睡一下，我昨天录到半夜三点了。嗯。好，老板，再休息一下。嗯。不好意思，老板。嗯。赶快！哦，刚刚是你在叫我，再笨也知道要睡一下。啊，他叫当然赶快录影啊，赶快！掌声欢迎壮壮。大家好，我是壮壮。爱看球类运动的人，如果不知道壮壮，你等于没有看过。很多人去球场啊，他不是为了看球，是为了看壮壮。好，谢谢。履历非常多，最早是国光女孩，对。然后待过哪几支球队？待过从一刚开始的话是兄弟下，到中信兄弟，Passion Sister， 对，还是台湾队长，是带领整团去国外表演，没错。然后又是乐天女孩，对，又是宝岛梦想家。团长，哎，那你不是眼睛一睁开就在跳？我每天，我现在都会跟他讲说，我没有想到我一生的工作就是在帮大家加油。对。然后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是哪边的加油站这样。而且还问你是加九五还是加九八？对对，我说这边请哦，来这边请。啊，因为日以继夜都在跳了，今天来录我们节目呢，就轻松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再跳一下好了。好。来，我们壮壮的啦啦舞。Dancing show action！ 吼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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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酷特，安达拉全力打倒嘞，把清空吧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是对特别贵宾我才会唱哦，平常我们都是干跳。我恨你！我常常被要求干跳了，那我心里面就是一定要浮现一个音乐，不然那个节拍我不对嘛。对。啊，我如果把心里面那音乐唱出来，就是爱情的恰恰深感甜蜜，可惜身边的人是。我有在后面跟。啊，这个你也会啊。小慧啊，爱情的恰恰深感甜蜜，可惜身边的人是。要恭喜你啊！现在是全明星运动会对黄队的队长。是的，这应该是史上第一次有女队长。对 ，OK OK， 啊，你们的球精是谁？是我们的林湘。要不要安慰他几句？林湘就是，然后责任越大，承担的越多，但你会成长更多，未来的之路你一定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棒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做到，你是最棒的。不愧是拉拉队，因为拉拉队就是什么散播欢乐，散播爱。对，没错。啊，上次看你打真哇，惊天动地。不知道我原来叫了那么久哎。对。好厉害哦！你男朋友应该很幸福。没有，是虎口打针。啊，虎口怎么会受伤？就是在参加全明星，我们长期训练，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左撇子，所以就会变成说我的惯性手一直在常态性挫伤，就去扭到了。扭到，然后扭到之后，马上让它好之后，又再次挫伤。哎呦，反复挫伤就变成关节发炎、积水，不能弯曲，令人心疼啊。啊，这么上进励志的女孩呢？哎，我真的很想啊买一个房给你。真的吗？什么房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洞房。不行啊，不建议啊。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哦，好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在日本料理串烧店。这是那个巴西烤肉吧？对，那个我们会窑烤。窑烤，对。就是牛肉。放上去，然后在里面这样子烤，对，没有了，是传说中的西洋剑。哦，对对对，
特别送你这个是有含义的啦。真的。啊，西洋剑不是我最爱的剑哦，最爱的剑是跟你遇见。哇，谢谢玉莹哥。OK。好，就收下了。这个是拿来防身用。哦，防身。对不对？像你这种美少女，遇到歹徒怎么办？为了训练你防身的能力。好。今天呢，特别带了这个东西来，蹦迪。我一个距离，然后我丢，然后呢你就接住。哇，这蛮难的耶。这里总共有5个，接满3个就过关。好，接不满3个呢，就要被打屁股处罚。啊，有惩罚哦。对啊，嗯，来试看看哦，来哦。好，好哦、再来一个。好，啊、可惜。只剩下最后3个。哎，你这个会让我不专心。再一个。啊！有这么难吐吗？你丢我吐看看。对。来，来。偏偏正好没拍到，对不对？真的有拍到啊。对。如果真的一直一直都弄不到啊，现在科技进步也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弄到。来，你5个一起丢，对不对？分镜拍，嗨嗨嗨嗨嗨，这样，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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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掌声鼓励。好强哦，果然是会硬的男人。所以呢，这个不是在边耍猴戏哦，这个是眼见不能为凭 ，to see is not to believe， 对不对？ Yeah. 这样剪起来是不是以为我成功了？啊，其实这是透过剪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人世间很多事情呢，你不能说我看到的，你看到不见得是正确的，眼见不见得为凭哦。对对对，好，言归正传，因为你输了要打屁股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那壮壮哦，可爱归可爱，漂亮归漂亮，但是你不是属于那种哦。哥哥，讨厌讨厌，拉你在后面。你跟林丹是同路的啦。哦，对。啊，就心里面住一个小男孩。我下次会好好学习。没关系，那个勉强不来。好。讨厌，拉链在后面。你用这种声音讲的不是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，来试试看看。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稍微还行啊，还行啊，好。你要跟谁学？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哎，哦，不要抬后面抬，有没有？02045785788，妹妹在等你哦。来，七八为什么？他的电话号码就是这样啊。预备 ，Action。02045785788，妹妹在等你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所以你是可以做到的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好，就是跟我近期以来就是那个运动节目录太多，就是比较女人味的一集。郭哥，言归正传，现在才要言归正传，已经录掉一集了。对，我们好多题材。不是，你先把我搞来这样。我们今天来到这边，就是要跟着壮壮一起来运动啊！运动，第一关会是什么？我们要考验你，因为平常玉莹哥也就靠腰靠腰，但他是不是真的靠腰？靠腰向前冲。对，靠腰向前冲，是不是要一个靠腰力的感觉？好，该不会是骑马机吧？哎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隔壁有一匹马。我跟你讲，你要考我，我还先想考你呢。真的吗？啊，我们节目有一个优良的传统，就是我们会让女嘉宾哦，女艺人呢，就是考验腰力，那个叫做起身挑战，因为你特别具有运动细胞，所以特别要考验一下。好，对，来，我们准备挑战，来，壮壮的起身考验 ，Ready Go！ 哎，等等你。啊，哎呀哎呀，壮壮第一摆的车祸当中，失去了伊呢。自从一拜了，人拢叫伊小红帽，因为伊的阿妈去有大野狼嫁去啊。蛮难的，我刚才找不到重心哎。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你应该拿到诀窍了，对不对？有拿到诀窍。好，来第二次。好 ，Ready Go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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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算有进步，4.32秒，四点三厉害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啊，下次来的时候就挑战一秒以内，好，对呀、啊、，OK， 那我们就移驾到骑马机来，壮壮挑战骑马机开始，来寻找金币的方向。哦，所以左上角那边有金币的位置。对，嗯，对对对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哦，哎，哎，壮壮算厉害耶，你看你马上就上手了，但是你骑马的动作怎么稍显不协调？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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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有一大堆。有一个。哦，有。哦，三枚金币的。快！四枚金币，还剩那里？哪里？哦，哎呦喂呀！哎呦！哦，有，看能不能挑战第六枚金币。怎么找啊？真的看到没有？啊！哦 ，OK。可以可以。等一下，说等一下。算 OK 了。好。啊，来，哥哈，骑给你看。好。对。选手二号玉林哥准备开始。哎，要懂没在动。上马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。是左边还是右边？在这里前方。哎，对啊。哦，这里非常多。是。好，现在就是玉林哥开到了一个宝藏之地，可不可以把握每一个金币都吃到呢？让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看起来他该走路线跟壮壮几乎走的是一模一样的路线。那就要比这一分钟当中。谁吃的金币比较多？哇，速度非常好哦！啊，还有哪里？哇，哇，好像有点，哇，糟糕，越走越远，好，有点浪费了时间，没有剩下，剩下最后的七、五、四、三，右手边有一个，右手边在哪里？在哪里呀、啊？又难又累，弄完以后只想发出一个声音。制作单位的规则说输的要开合跳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合跳，那你先示范给我看。好，来开合跳，预备就是二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15、16。好，不，嘿，不要再乱看喽！赶快到右下角订阅《威廉省欢乐颂》。多了，18、19、20，我帮你跳完。他们本来设计这个都是要看女生的、啊，但是呢，每次呢都弄到我，因为我都赢不了。都赢不了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OK， 下一关挑战是什么？下一关，往那边去。往那边去。带你去。Let's go。好。要来考验呢，我们玉林哥的手力、脚力，还有臂力，我们就来考验一下玉林哥的运动细胞。那这样好了啦，三关啦、一样3战2胜啦，对啊，输的被打屁股这样。好，可以，那先从这个算是手力、全力啦，对，全力，这个就荡下去嘛，没错，对，来看谁厉害这样子。好，来哦，上，来哦，就是用蛮力而已嘛，没错 ，Ready。来2557，好，2557 ，U turn， 准备喽，壮壮要准备出拳喽，好 ，Ready， Go， Go， 我破纪录，等一下整个我打坏纪录，6.65，这台机子是你养的，是不是？打这个有诀窍。诀窍在哪里？诀窍不是只有手，是要提气，用核心打下去。所以不能用蛮力，不能用蛮力。不然试一试，再试一次啦。直接算数一次啊。对，那就来哦，核心哦。核心。它到底核心在哪里？核心在肚脐三指下，吸气提气，提起来之后，哈 ，Ready Go。哈，哈。有专业的指导哦，进步神速，千万不要傻傻自己哦，在那边瞎弄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受伤。OK， 太好，来来来，好，这个就是比脚力了，对，比脚力啊，用力踹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
好，来，年纪大考验哦。好，这颗球劈腿，负心汉，偷吃的那个渣男。渣男。好，所以呢，一起死啦！这是 One Lady First 的。OK OK, okay.。阿丢，你去吃屎啦！开始啊！来，把我的台词来，壮壮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，Love is everything。现在比赛呢，形成呢非常悬念的，对，一比一，关键呢就在第三关。好，好，第三关谁赢就赢了。好，来来来，第三关，第三关，第三关来，厉害了。嗯，有一个人哦，你跟他讲话都听不见，雷神。哦，为什么？索尔。这就是雷神之锤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这个真的就是蛮力的啦。对，好，这个也是有口诀的哦。哦，等一下就喊乌龟怕铁锤，然后我会接着小鸟怕下垂。有点重，有点重吗？对，乌龟怕铁锤，小鸟怕下垂。好像没有很理想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刚有打到边，来，乌龟怕铁锤，小鸟怕下垂。浑身是劲，要不要上诉？好，上诉，上诉，上诉，就打到边嘛。对，好，来上诉再一次。好，来哦。Go，乌龟怕铁锤。小鸟怕下垂。啊，干嘛的戏？有。哇！哎，再一次机会，再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再一次，再用力一次。Let it go， 乌龟怕铁锤。小鸟怕下垂，我的小鸟真的下垂了。那就进惩罚，总统获胜。哎呦，我吓一跳，你不要做假动作。我们这有个规矩哦，哥呢愿赌服输，但是呢该有的惩罚还是必须要做到位，不能小力哦。因为呢有时候妹妹哦，她就不好意思打长辈啊，她变成了撩哥了。对不对？用出你刚刚那个乌龟怕铁锤的吃奶的力气，对，太小力，你反而要被打。真的。预备，哎，呀！太小力，太小力，你要为你的仁慈付出代价，对。为什么？没为什么啊，他就是太小力，要反被打，因为我们节目就是来真的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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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来真的，哎，怎么局面变成这样？来哦，准备喽，一、二、三，好痛哦！哎，这个一种说不出的快感，对，对呀，还不错，而且香蕉哥专门发明这一种。我跟你讲，你刚刚哈舍不得弄我，因为哈你知道也是敬我是长辈，对，你弄他，哎，把你真正的力气弄出来，可以了吗？来来来，把你真正的力气，来哦。等一下，哭了好紧张。你先说，你知道吗？跟高尔夫球一样，哎，挥开一点，然后啪一下去，这样子，对，嘿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讲啦，这样会受伤吧？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对他内裤穿很厚。来喽！来哦！一、二、三，啊！给他呼呼，给他呼呼。笑笑笑笑，对。篮球机是，你是 OK 的吗？没问题，我们今天就是来向前景致敬。我跟你讲哈，投篮我不敢说多行。
但是传球倒是我的专长，我的传球是得到志杰的肯定的。哦，志杰是谁你知道吧？知道。嗯，我现在就传给你看。真假的？啊，我传50个球给志杰。现在？嗯，对。你要怎么传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我在传球给志杰啊，50个球啊，他还说传得漂亮。我跟你讲，他投篮要有投篮的样子。刚刚说要给钱姐致敬嘛，是，所以呢就不能随便呢，哎，穿不是球衣的衣服呢来投篮。我有特别呢帮你准备球衣。准备球衣？嗯，啊，我随便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能随便。好。因为你是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给你一个外号叫做运动经理。好。嗯，篮球球衣请换装，壮壮沈立新的球衣现身啦、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叫壮壮，你只有编号。3561，为什么这个衣服哦，别人穿起来就像犯人，对，穿在你身上呢就异常的可爱。我跟你讲哦，穿衣容易脱衣难啊，是，脱衣服要脱得性感可爱呢，那更是难中之难。哦，来来，壮壮的脱衣秀，哒啦啦哒，哒啦啦哒哒啦，哒啦啦哒啦哒啦哒，一秒性感。终身性感，哦哦哦哦，哎哎，哦，哎呦喂呀！好，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就是裤子啊，哎呦喂，哎呦，融合的 M 字腿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香蕉哥哦，很久没领酬劳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手不要那边动了，你哇，这就是他的酬劳，你不会介意啦？不介意，不介意，他开心我就开心了，对，谢谢谢谢。好啊，谢谢谢谢。投篮我是还真的蛮 OK 的哦，真的，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只有这个比较不靠蛮力。哦，可以，好。好，来准备啦，来。球滚下来了，而且这个算简单的哦，因为这个篮筐是不移动的那一种。好，现在球如雨点般的落下。哎呦哎呦，哦。哦，原来他空心还有两分呐！哎，加油加油！哎，目前008分。哦，还有3分的哦！啊！剩下最后的10秒钟，目前分数是17分，进球数来到了21。时间到，进球数23，球数是23，是，所以超过23就是我的啦。好，嗯，来 ，Go。连长，太忙，进了10个球，所以我输了，下一关棒球，搞不好就赢回来。是，好，来 ，Let's go， 棒球。这里要致敬谁？致敬我们的洪志哥，郭哥。向郭哥致敬。我们要投球，那几公格啦？16公格。16公格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人有8颗球。好。然后就比看谁呢，最早连成一条线。如果我们两个都连不成一条线呢，那就比谁打中目标有几个这样子。好。那你先好了，你先。对对对。啊，他会弹出来哦。那我们一定接得到吗？哦，好，来，我就说我们一定接得到吗？可以，来。第一颗投出，来，哎呦喂呀！第二颗投出，哇，没有。第三颗投出，啊，哦，哇，糟糕！哎，完了完了，最后一颗是不是？啊，那一颗都没有。国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投资类我竟然。我发现我只要集中目标就可以赢你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哎，差一点点，哦，有了，哦有，哦哦，一再两个，好，哦有有有，中3个，好，所以总计中3个，获胜成功，对对对。大会呢已经把比赛成绩呢公布出来了，篮球壮壮
大赢，棒球威廉城惨胜，那处罚是福利挺身，可是因为我们各赢一次，本来是一个要做十下，我们就一人各做五下。好，可以。动起来。OK。来，一。哎、欸，你马上差不多嘞，啊，到底谁在拍我啊？你拍一下他们两个，两机都在拍他。三。四，对，我们这个是懒人福利挺身。五，是什么？岁数跟他不一样。再松他一下，六。好，收工。好快乐哦，感觉做了很多事。要紧的事来了，礼物呢？因为我们是礼物大接力啊。嗯，我今天准备了很棒的，你就在这个百宝箱里面。哦，要送给下一个来宾啊。哦，是的。你已经装在里面了。我已经装在里面，请揭晓。哎呦。哎呦，大鲁阁游戏代币券一张大概等于一百出头，所以呢，这里有十张就将近1000多块，有两份，一份呢送给我们下一位有缘人，好，那这一份呢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、粉丝朋友来抽奖，对，抽奖，所以喜欢壮壮的观众朋友呢，赶快踊跃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再次谢谢壮壮，谢谢。下次见啦！下次见。乒乓球，乒乓球。我讲乒，你讲乓，我在讲球。乒乓球，乒乓球，看谁讲出嘴这样。好，那好来，乒乓球，乒乓球，乒乓球，乒乓。输了。好难哦。这个东西我没输过，来，你先得可以啊，对呀。好，来，乒乓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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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